一定要达成这战争。什么战争？我说战争。战争的 A 0是一款可以结合陆海空3D 的军事现场游戏。没错，我是小绿上校，这是军事演习，绝不是广告。这游戏呢可以体验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与其他国家共同打造今天款与现在款的战车，还有最新推出的艾布兰主坦克，能够摧毁敌军的 T80U。什么鬼名字啊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挖人电台提供上百架的坦克、军舰、固定翼飞机以及直升机，这些呢全都是仿真的设计。我们是坦克哦，外观、设计、声音全部都跟实际一模一样。能在海里进行十多种战斗模式，在陆地范围，小只眼睛里的扎眼的细菌一样小，大到像笑笑的。看到大。挖人电台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就来试试看，用世界纪录的折法来折折看，到底能不能突破台全台湾最屌的折叠机。那你知道？